更亲密快乐。谢谢你继续收听 MyFM 四通八达，这个节目时段就是由汇丰银行为你呈现。用汇丰银行信用卡消费满100令吉可获高达100令吉的现金回扣，详情请浏览 hsbc.com.my。 是的，这首歌曲就是王心如的《非走不可》。你要走了吗？还没。OK， 不要走啊，我会继续留在陪大家。好，刚才我们聊过了这一个专辑部分的事项，接下来就聊聊你蛮爱的演艺部分，就是那个戏剧了。最新的戏剧就是《女王不下班》。对。嗯哼，当中饰演这个角色呢，我觉得对你来说应该是要用点时间去揣摩吧。需要吗？需要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其实我这次在里面就是超龄演出啊。超龄演出，超龄。我还以为就是本来我想说哎，应该不需要吧，因为你本身打扮就很有 fashion sense， 因为时尚杂志嘛。但是不太一样，是因为我在里面这次有非常多专业的台词。而且他因为自信过人，所以他讲话会很快速，语速会很快，然后很流利，很多专业术语，所以我台词都大概七八行这么长。怎么准备？我前一天，我每次几乎有这种台词，我都会背到睡着啊。哦，真的是要背起来，睡醒之后就忘了，睡醒还不敢忘。OK， 对，所以是比较辛苦，一直练，一直练，一直练。因为有一些词真的很饶舌的词，就是我如果没有一直把它练习惯，舌头去习惯那个。可以给个例子吗？好多，像我里面有一次，就是我要介绍脚踏车，就是也是很饶舌啊，我要说什么？轻量湿舒适，舒适湿中性，中性湿刚性，什么这一堆。哇哦！因为这我背超久，而且我背到就是因为我太紧张，因为我要好流利，从头讲到尾。然后张栋梁就只要在我对面一直点头，一直点头微笑，然后最后回答我一句：“哇，你背得真熟。”哎呦，就这样哎、欸，对啊。然后我记得那一天我紧张到，因为刚好我前面有那个脚踏车的模型，然后我就自己开看着那个模型，然后那边轻量湿舒适，然后就一直在想说在哪里，这样想说如果我背的时候可以偷瞄一下脚踏车。那这次跟栋梁合作怎么样？这一次还蛮开心的，因为其实他就以前我都会觉得就是微笑王子好像很遥远的感觉，对，然后可能会觉得他话不多，或者是不知道、哦。难道你们都 okay, 没有？你继续讲，你继续讲。觉得他不是这样吗？你继续讲。我只是一开始第一个反应，因为还没有碰到本人的时候啊，就是从荧幕上就觉得，就是微笑王子啊，很遥远，所以好像就是不知道跟他聊什么这样。可是结果一碰面，就是他自己一直跟我聊天，我想说，就是怎么人那么好啊？落差那么大，小小落差。你就跟他聊啊，怎么微笑啊？就是
我就是，所以我们在现场其实，因为他又很幽默，然后很爱开一些小玩笑，所以在现场都还蛮欢乐的。他讲冷笑话，您是说冷笑话吗？对啊，这个也不错啊。那最难忘的是哪几场戏呢？对你来说，最难忘哦，其实我在这部戏就是有太多难忘的，因为我很多尝试的第一次都在这里面。包括台词很多，台词很多，然后很多像我里面有一个就比较危险的戏，就是要被车撞这样子。然后其实我一开始以为是很小的那种发财车，结果一到现场就是高超多的那种大卡车，可以载好几段的那一种。哇哦，对，听起来就已经有点对 NG 了很多次吗？会那一场会没有 NG 很多次，但是因为敬畏，然后要有那种紧张气氛，你知道，所以就是要 take 很多镜头，拍很多次。所以就拍到最后，你还怕吗？怕，当然怕，不是因为重点是。因为我要救妹妹，所以我要把他们，而且是两个人，我一个人要把他们两个推开，然后其中一个有一个男的，所以我就是要很大力使劲的把他们推开，然后前面就有一个垫子在等我们嘛，然后就使命要把他们推开，之后就我们不是倒在地上吗？然后卡车就会继续开过去。哇，可是我倒在地上我就看不到后面啦，然后我每次脚都很想偷偷伸起来，因为我怕卡车捏到我的脚，然后每次都想偷偷伸起来，可是镜头又在拍，想说算了，就捏过去就算了吧。哎、欸，真的要看哎、欸，谢谢。真的，这真的很紧张，付出的心血，这真的是。对，那场戏我一定要看。好，快播了，大概下礼拜。对，12月21号在双星频道呢，晚上10:30，大家可以看到这部偶像剧的播出。对对对，女王不下班。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。对，要支持心如的戏剧，要支持心如的音乐。对，是的，希望下一次来马来西亚的时候，就是开办演唱会的时候。对，而且大家可以在女王这次就听到我里面有一首插曲，叫做《偷偷的爱》，然后歌词也是我自己写的。哇、就是创作女歌手嘛，就很喜欢写东西啊，其实。然后这是当作是，就是我其实是我写若薇跟任少的感情观，就是一些也跟我自己的感情观有一点相似的看法。继续加油，我们希望下一次来的时候是可以跟心如聊纯创作专辑。哇，天哪，好，我努力祝福你咯，心如，谢谢谢谢心如，谢谢，拜拜。